你知道潍坊市的市花是什么吗？不知道。牡丹。哦、牡丹花吗？好像是吧。西潍坊东方落。啊，月季。对。菊花。对。市花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和名片。1991年，潍坊市人大十一届常委会确定潍坊市市花为月季和菊花，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常绽四季春。月季绽放，绚烂多姿，热情似火，象征着潍坊人的勇敢与激情，是潍坊蓬勃发展的活力写照。荷尽已无擎雨盖，菊坛犹有傲霜枝。菊花飘香，高洁典雅，傲然不屈，代表着潍坊人的洒脱风骨、坚韧性格，是潍坊沉稳厚重的气质彰显。月季和菊花是我们潍坊市的市花，而且还是我们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这两种花卉呢，在潍坊栽植历史悠久。其中呢，菊花呢不畏寒霜，开在重阳节前后，有着吉祥长寿的寓意。月季呢适应性很强，四季常开，花朵美丽。作为市花，它们的精神内涵代表的是我们潍坊人民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昂扬的向上的精神风貌。从山野到园林，花自向阳生长，映照着潍坊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月季和菊花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花，在我看来，月季展现了潍坊的繁荣，菊花呢则体现了潍坊的内涵。大街小巷处处花开，觉得咱们潍坊真美，生活在潍坊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这里的山水都有美丽故事，潮窗的风雨是历史的回响。每一朵花开都是希望的绽放，每一次绽放都是对发展的礼赞。繁花似锦的更好潍坊，此刻正烂漫。